今天来处理这只笋壳鱼啊，没有杀过它，就试试看吧。因为鱼的那个鱼鳍很利哈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杀鱼的时候最好是戴个手套。哦，那这个鱼哈，把它翻过来，挣扎了。你去塞放血，他自己就会死掉。我基本上他已经挂了。哦，还在动。哦，这只有卵。我把里面的膜啊，剪处理干净。它现在应该还会动。你看我们这种鱼生命力很强。我就动哦，那就是不用担心啦，因为它这个是有时候是那个神经啊，神经在抽，我这鱼已经挂掉了，我这个鱼已经挂掉了，很厉害啊，那都已经炸这样子还在动。生命力非常的强，对。看到内脏都已经掏光光了，它还在动。好，不管了，再打两片。哦，大家就记得拿个抹布啊，把它捏着。不然这个力道很夸张的。看还在动哦，夸张。看已经杀到这种程度了，它还在动。难怪是鱼中之皇啊，淡水鱼之王。
还在动，嗯，还在动。哦，铃都已经打掉了，它的还在动，还在动。